So it's my honor today as the chairman of UNESCO CID San Francisco section to present this membership certificate to our honor member of this CID. So here's the membership certificate for Mr. C. Wiley, who is actually a famed Broadway scriptwriter. Okay.对对对，可以讲，希望我们将来有合作，把我们的这个故事，在美国演出，就是文化交流，文化交流，欢迎你们来，多谢多谢。 Here are some of the awards for Mr. C. Wiley from State Legislature of State of California. And here's one from Judy Chu. And here's another from, I don't know, County of Los Angeles. And then here's another one from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 and Culture and Scientific Organization. Okay. 那这是当初我们2002年的时候，银州出版社出的华谷歌，所以我们希望是说中国百老汇歌舞剧重出的时候，这些书我们会拿来当成是义卖，当成是第一批筹款的，好吧？总共有5本。6月、8月。6月。6月。 2016年，二零一六年，谢谢。然后第三本。 你是不是送我一本呢？好，那第五本，还是你要不要留一本签名的？嗯，不要。那这本留给你。嗯，这本不要。好，我就要把这个。好。嗯，放出来。好，谢谢谁大哥。这本书后面呢、哦，你看你还记不记得？后面有附录，附录了当初几篇有没有？ 一些那个，你当时写书，然后还有一个是跟你哥哥李世八俊的一些文章都有附录在后面。嗯，会跟你管。嗯，对对对，后面有时候。嗯，这个书是收在这里。对，还有一些杂文呢。对呀。哎。我这次来的时候，我也重新再看了一次。很有趣。 后面的杂文很有趣。嗯，就这么。那个林大哥一直都没有停过他的继续写作，所以这边还有非常多，大概都是在90岁以后写的，有很多的诗词与歌舞剧。 然后有舞台剧，那也有一些故事的剧本，非常多，有中文的，有英文的。那刚刚跟李大哥在谈的时候，他有些他自己都忘了。我们希望将来有机会能把这些整理出来。那个，我们今天很高兴，我们从旧金山过来，然后帮李大哥庆生。那其实不应该称李大哥，李大哥。可是呢，我说我们从认识开始，李大哥就说要称李大哥。那这边我们今天特别准备了有。
生日蛋糕，生日蛋糕是 Sharon 还有他女儿两位，三位就是漂亮的准备的，还有马卡龙。然后这边的话呢，是以前我们每次来的时候，黎大哥都会特别带黎大哥去吃喜欢的云南过桥米线，然后水煮鱼、麻婆豆腐。那我不知道这几个怎么合在一起吃，不过我们试试看。OK， 然后那我们现在开始一起唱生日快乐歌。生日快乐。好。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Happy birthday to you. 三种语言呢，